前切尔西队长泰瑞因歧视言辞被禁四场赛。切尔西队长泰瑞因对对手安顿·佛德南吼出种族歧视的字眼被禁赛。但明白这切尔西队长爱在没出场时拈花惹草，英格兰足协也仅禁他四场球赛，这全因泰瑞啊很爱不在主场打球。这小子啊的最佳杰作就是把自家队员的女友搞大巴肚，并还帮他付堕胎费。切尔西啊，无论你身在何方，麦好你的妻啊落到泰瑞手里，说的真太好啦。因泰瑞啊会爬进你窗户跟你老婆偷亲，切尔西教头迪马特奥啊也绝对会好好善用泰瑞现在不上场的好机会来赢球。哦，不然你想兵工厂队的边锋山多斯怎会在公路 M25 上狂飙嘞？你觉得啊没了泰瑞，切尔西在对兵工厂在星期六的比赛会赢吗？留言跟我们说吧。来跟我们一起赶快到脸书